直到今天他亲口告诉我，是因为他姐姐怀着孕的时候你背叛了他。悠悠，我没有背叛过任何人，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是故意要隐瞒你。陆曼他误会我，我能理解的，但我也有苦衷，我无法跟他解释。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，到此为止，行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做不到。你知道吗？当年那场车祸，我就错在撞死陆云的那辆车上。罗夏，现在没有办法见你，你先走好吗？你让我自己一个人想想，好吧，好吧。他曾经跟我姐姐在一起的时候，是所有人都羡慕的一对。他跟我姐求婚那天，我姐不同意，吵架了。紧接着我姐就出车祸了，然后这个渣男就着急着跟我们家撇清关系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我姐姐出事的时候还怀着身孕。谢谢。